欢迎收看时代足球总会法甲组联赛三名部队对 TKPU07 的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先开波系着住黄衫嘅 TKPU07 啦，而灰衫就系三名部队。呢个三名部队嘅攻势，回翻后啲再猜埋去禁区顶攞到落嚟嘅，立多两脚就有黄衫回防啦，拨去右边嗰度再射埋去，瞄远处射都好聪明嘅，不过呢球咧就唔中笼。继续见到都系灰色衫三名部队嘅攻势，今次喺左路。个球位置咧，差入去禁区里面噶啦，一射龙门扑到大尾，即刻倒挂解围啊！但继续落翻灰衫脚下，再加多一脚就冇问题啦。呢边截到对手嘅波，即刻打反击啦！呢个波埋去呢度有个解围失误，即刻推埋去入埋禁区里面，一个粒射，相当精妙。TKPU 零七打开纪录，领先1-0啦。入波咧就系李俊杰啦，把到对手一个解围嘅失误，即刻冲埋去，身后攞一攞之后，见到龙门出嚟，仲咁乖巧笠埋去，相当精彩入波。TKPU 零七领先一球，之后见到三零部队嘅攻势，分过右路，插下花。傳埋去中間，如果接應到食得應個波嘅話咧，就好大機會追翻㗎啦。可惜爭緊少少。之後呢邊一個360轉身，傳個波上去，力水細咗少少嘅，就翻埋去壓一壓過咗，李居遠射埋去，射高咗少少咋，好精彩嘅突破。三零部隊斬一球出去，彈翻出去。立得翻，再嚟个远射，射翻个网仔波，追翻一球先。呢球见到咧 ，TKPU 门将咧伸只手追到尽都追唔到啊！入波咧就系陈学南，咁一个好靓嘅远射啦，立定就抽埋去啦，冇助跑嘅，力水都好够。双方1-1，比赛又要重新开始啦。三名部队后场。呢度又俾 TKPU 截到，压埋去再射埋去，射得靓，救得都靓啊！今日 TKPU 零七啲反击好有效啊，好多攻势都系反击，而且咧都好有威胁嘅。咁啊，嚟到下半场，三零部队开波，比分咧暂时1-1啊。呢边个波困咗出嚟，继续喺三零部队脚下，传翻埋去 K 个位置，会自己射定点样呢？自己射埋去，呢球就唔中籠嘅。呢邊今次到三聯部隊截到啦，隊友即刻指佢跑位啊，傳得入去回埋中間，有機會啦！可惜射高咗啊，好大機會，更加可惜嘅好似射完拉傷咗少少添啊。之後架球抌入嚟，嚟自 TKPU 零七嘅。立到回翻后少少，即刻脚外背扯埋去，好在门将够集中噶，个波都有啲细噶。呢边三名部队攻势又埋去截啦，呢边又截到，即刻又打个反击咯。分翻个左边，中间有队友嘅，点样推环自己射系咪？自己射埋去都唔差嘅，龙门挡翻出嚟，仲有冇机会？嚟到呢度大个解围就冇啦。加外头黄衫 TKPU 一抌，人从中穿过咗，冇问题，入到去今日第二球，亦都帮 TKPU 零七咧再度领先啊！入波嘅咧就系李俊杰，呢球咁啱喺两个灰色衫中间穿过，加外球直接助攻啊 ！TKPU 零七领先2-1，三名部队左路。怎樣做底線有隊友的用不用？不用撥環就抽埋去了，好快追成2-2平手，滿將撲到個波都照入啊！入波陳學南入到去今日第二球了，都呢度好淡定，撥環兩個黃衫中間都揾到條射門路線，射到2-2。呢邊大腳出嚟嘅時候咧，就俾黃衫截到，之後落翻灰衫腳下，最後剪邊又落翻黃衫腳下，再射埋去呢球唔中目標嘅。
边，又接到对手嘅波啦。斗顶就边个立到呢？大脚清得去，时间无多啦。果然球证吹完场之后，双方打成2-2平手。